国小菠萝生产在东南亚地区，那里阳光充足，温度适宜，降水丰沛，热带地区适合水分多的水果生长。泰国地处热带，绝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季风气候，终年炎热，全年温差不大，可谓是四季如夏。除个别山地外，各地气温均较高，年平均气温一般为27度左右。气温之高造就了美味果实的成长。不是所有的小菠萝都是泰国小菠萝，泰国小菠萝品种叫普乐，只有泰国北部才有。普乐小菠萝品种圆润，个头小，特别香甜，而且没有一般菠萝的涩味和辣嘴的缺点，吃多少都没有问题。泰国小菠萝也被称为布兰，而且只有在清迈、清兰、普吉三地才有。